然后我们反手就将硬盘升级到2 TB 的三星980 Pro 系列。散热铜片与硬盘分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覆盖了一层粉色的导热硅胶垫，并且硬盘的另外一面接触主板的位置，在主板上面也覆盖了一样同样的粉色散热硅胶垫。ThinkPad 做的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应对硬盘在长时间高温运行下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以便稳定运行。在笔记本电脑的包装盒中就包含了一个快速充电的适配器，并且这款机型据说是可以提供不同的电池选项，但是我们拆的这台是51瓦的，也就是官方说的52.5瓦。除了这个标配的话，还有一个52.5瓦和86瓦的选择，喜欢英特尔处理器的甚至还可以选择135瓦的，但是具体的这个还不能确定。另外这款机器标配是没有独显的，依靠自己的核显，但是你可以选配独显的版本 T16， 可选配的是 Nvidia 的 MX550 以及移动版的 RTX2650。我们今天拆的这一台是极显的版本。至于价格方面，国内没有上市啊，只有美金的价格。ThinkPad T16 AMD 的版本呢，和 T14 AMD 的版本起步价是1300美元，英特尔版本的 T16 起步价是1420美元。好的，以上就是 T16 的简单拆解和评测，拜拜。